大家好，我是赵丹，今天我是你天亮女孩，我去喝洗面去。你想干我去了？姐，你别去了。等着就小孩，你别去了，我等着给你说好吃的哈。去了，你别等我了啊！那你永远老晚了，在家等等我吧，好了啊。你在家等等我吧啊！你别等我了，我给你说好吃的。我都给你拿过来哈，你想吃啊，是吧？好嘞，那你加油，我给你吃。给壮壮准备个鸡腿儿，我给壮壮你了啊，今天这个不给你了。吃吧，轻松的吃，轻松的吃。哎，看这样，都一斤子去了。